一起来打歌跳舞。那我们广场空间呢，现在也开放，让大家一起来打歌。一起来加入我们。
感谢我们乡亲好朋友们从一早到现在对我们整个活动的支持哦。我们2024龙岗米干节就在我们的这个吉祥祈福的火焰当中呢，今年我们就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啊。今年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也请我们的乡亲们能够给我们指教，特别跟我们的邻居们说一声，我们这四天的活动啊，真的啊，因为非常的热闹啊，难免打扰到我们的邻居们的安宁啊，非常的谢谢大家的包容，非常的感谢大家的体谅。那在座的所有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啊，今天呢一路跟着我们到现在哈，我们的活动呢到8点整我们就准时的结束。好，我们明年希望还能够跟大家聚在这里一起哈，我们明年4月不见不散，好不好？非常的感谢大家，也谢谢我们的筛选队，还有我们这4天非常辛苦的我们媒体新三角的在地的姐姐们，还有我们打歌协会的姐姐们，还有我们在地的这些小朋友们啊，真的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好朋友，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啊，从早上的采接到节目的表演到上菜啊，就是真的是全力以赴啊，这个使出全力的结束，所以呢非常的谢谢他们啊，身上漂亮的衣服呢都是他们在米干节跟米干节中间啊，用自己的这个上班之余照顾家庭之余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啊，所以呢非常的谢谢大家，我们也给我们的筛选队一个掌声好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今天所有的活动在这里圆满结束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还可以赶快把握时间逛一下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也欢迎大家呢，在平时的时间没有啊，没事的时候，一定要来。一起来到我们的异域历史馆，了解这段深刻独特的历史文化。